Amy 裏面的自己咧，都是有四個造型的。咁我諗相信香港 MV 裏面咧，都好少 artist 會曾經做過呢樣嘢。咁所以今次就諗住去挑戰下自己，俾啲突破自己，又或者俾啲新鮮感觀眾啦。咁而呢今次呢四個look裏面咧，有一個咧就係、是、阿張嘅主線嘅樣啦。咁另外三個咧，其實就係阿張嘅內心世界嚟嘅。咁一個咧就係、是、音樂狂人啦。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對未來好有盼望，好中意打破框框嘅未來兒童啦。咁一個咧就係、是、自閉得嚟啦，又有少少成日好驚呢樣驚嗰樣嘅 theater 阿 Jack 咁樣啦。咁就呢三個其實都代表住我自己本身阿 Jack 呢個人嘅性格啦。咁而呢首歌我就係想講，叫大家就算 even 自己內心係存在住好多個嘅自己，都要同呢咁多個自己去共存咯，即係唔好因為人哋嘅眼光而唔做自己咯。咁今次其實 MV 造型上面咧，我自己都想玩一啲卡通嘅嘢嘅，即係之前一路已經好想做啦。咁就有玩黃色啦，黃色就係音樂狂人啦。咁而紅色咧就係、是、代表住 Theater 自閉少少嗰個啦。咁就未來咁嗰個兒童咧，未來兒童咧就係、是、其實銀灰色嗰個嚟嘅。咁每一個造型方面其實都有一個特定嘅卡通，令到大家去記得嗰、那個性格嘅嗰、那個角色嘅性格係點咯。咁就幾特別嘅。今次嘅 MV 造型方面啦，其實有好多個第一次嘗試嘅。咁有第一次戴呢個 Colorcon 啦，亦都有第一次gel 夾啦，即係有好多嘅第一次都會曾經喺呢個 MV 度試過，咁係幾大突破㗎喺個樣上面。其實每一個造型咧，今次都花咗好長嘅時間嘅。咁因為眼妝方面咧係需要比較多時間啦，跟住同埋髮型方面亦都要有少少唔同啦。咁其實每一個 look 都用咗一段時間，因為之前我相信大家都有睇過啲特技化妝咁，特技化妝都係需要一定嘅時間。咁當然冇佢哋嗰啲咁長啦。